较奇特，因为有云雾遮挡，大家会看一下哈。像这松树的上面树干的部位呢，就是连在一起，到大概两米多距离之后，中间两个树枝，好像两个人依偎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用了地基跟在接面积。可以，你们俩先走走。还有松，对啊，还有松啊。我们转过角以后呢，来看一下这棵松树。黑虎松。这棵松树呢是后山的一棵标志性松树，叫黑虎松，啊，那么树龄呢有800年的历史啊。从上往下看，整个的枝叶非常繁茂。那么我们是从下往上看了，宣传从上往下看，它像一个草写的。来，闪边往下走。闪边。
现的那些神明啊，因为他小时候曾经奉献的啊，带着他来的一个非常壮观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。春天的时候啊，他四处跑，没事廖平跑这儿住的最爽了。下去了啊，五哥了。